坐起来，坐起来。好，请坐，请坐，请坐。所以我们对热的三个传递方式清楚没有？清楚。好，那三个传递方式你刚刚清楚了没有？热的三个传递方式。哦，已经够了。啊，接触、对流还有热辐射。好，那我们现在来解释一下什么叫做热胀冷缩？为什么热胀冷缩？你们为什么要不关门？什么是热胀冷缩？就当你很热的时候，你在物质在物质，在物质啊。被灌输能量，灌输。好，我们先讲热胀冷缩，单纯解释四个字。好，再说一遍，什么叫热胀冷缩？就是胀。热的时候变大，冷的时候变小。OK， 热的时候变大，冷的时候变小。那为什么热的时候变大，冷的时候变小？那这叫热大冷小。因为热的话就是走。走。什么走？发炎。分子状态有没有展开？发炎。发炎。发炎。热都会发炎。发炎大。它是生理现象，我们讲物质啊，一般的物质，一般性的物质。但水比较特别哦，水在四度C以下不一样，但水其他时候都是热胀冷缩。会变大。水在零度C到四度C之间是。玻璃也会热胀。我知道了。玻璃会热胀冷缩是。我只举个例子而已。好说。那个。这是一个管子。嗯哼。然后呢，里面有一些水 ，OK。然后呢，我可以加热，是，在管子外加热，好，然后水就蒸发，蒸发就往外 ，OK。OK。那就要锁起来了，哎呀，好冷哦。等一下，等一下，等一下。哎，差点，我跟你讲哦，我说那个人差点就把他打死。停！就是那个，它让管子加热，然后呢水就蒸发，然后呢，因为它有管子限制那水的那个什么蒸发的距离，所以它就会开始膨胀，然后就管子就变大。真假的？不，停！陈耀，停！他讲是也是真的，但是所以你的热胀冷缩只适用这个环境。我只举个例啊。可是这个例子很特别啊，这不是没办法举例，你是说的例子，他陈那郑宇。这是在说什么？什么叫热胀冷缩？就是热会胀的，为什么？它冷会缩。为什么？因为你热的时候会膨胀。为什么热都膨胀？因为那个我猜啊，你那个震动比较大，对不对？然后就扩张。OK。然后冷的时候就震动比较小，它就压缩。也不会压缩。好了，我知道，我可以举个例。等一下，让你先举手。啊！让你说。就是你在三楼。只是随便举例，不要举例了，我现在知道为什么例子很多，所有的例子都是这个尺，这遇到热它就变长一点，冷的时候再出来短一点，这是例子。那现在说好了，就是说热的时候是十分子振动的频率越停。你说。就是热的时候分子振动快，然后所以就会向外膨胀，然后你在冷的时候，因为它是应该说它有振动，但是它振动没有那么。然后就整个全部都挤成一团，然后就比较小。OK， 好，我知道。好，陈佑刚是先举手先。Yes。好，乒乓球，然后浇热水里，它就会变成原来的样子。又举例。这是举例啊，你举的是空气膨胀例子，非常好。但是我现在比较疑问，现在为什么啊？之前。另外说，这个每个东西它的粒子在不同温度的情况下，它会有。整个排列方式会稍微有改变，然后在温度比较高的情况下，排列的方式就越松散，就越接近气体，所以说体积会比较大。那在温度冷的情况下，排列的方式越接近固体，它就会整个体积会稍微小一些。OK， 我们上次解释固体、液体、气体的时候，记不记得解释的？不记得。什么分子它在固体的时候排列是很坚固的，但是液体的话是很缓慢的，可以稍微移动。缓慢的移动，但是在气体的话，根本就乱冲乱撞。OK， 你问你头脑不好啊？气啊，这容易气。当你固体的时候呢，它分子跟分子之间的吸力远大于它本身振动的力量，所以当你温度增加的时候呢，它慢慢的振动越来越大，就像你刚刚讲，振动越来越大，大到它可以脱离它本身
分子跟分子间的束缚的力量，就脱离之后呢，它可以自由移动，就变液体了，对不对？可是这液体呢，表面上还有点吸引力，冠顶跟粉黄色，它本身很吸引力，所以我们在加温再加温，这液体呢，有一个分子很容易跳出去了，它跳出去它变什么？变气体。哦，这整个过程，整个液态变化是这样的，所以在温度也是一样，温度的变化为什么会膨胀？啊，刚那个一开始震，你虽然没有听，他走进来就讲对了，就你在震动的时候，你越震动越大力，震动越大力，哎，它就会想要增加震更多的空间。像之前讲的是比较是三态变化，但是也是类似意思，就是你增加，但是那个时候实际上在固体的膨胀，譬如跟这根尺，我从十度吸到二十度吸，这根尺还是维持原来形状嘛，可是它有个长度的增加，长度会增加，就是会增加，它就膨胀。真的有，它真的有啊！所以那所有的尺都不可能是量最准的。没有错。那时候那个就是这环境好热，然后他就，对，然后就量，哎，这怎么只有三公分？所以有一个聪明的人哈，他就做一个，自己不好意思，这就折一下哈。冰冷的。他就把那个两种金属，因为每种金属它所膨胀的比例不一样，温度增加它膨胀比例不一样，他把温度做把两种金属粘在一起，变成一个双金属片。它放在哪里呢？它放在钨丝里面，灯泡里面。所以当它加热的时候，当它靠上去开始加热的时候呢，它的膨胀系数不一样，它就会这样子，它就因为左边的假设膨胀比较快一点，它就弯。那弯了之后会怎么样？它断开了，它不会再通电了，不会通电它就灭掉。灭掉之后它又变冷了，它再收回来，又亮了，又再弯开，啊又断掉了，又收回来。好无聊。它变什么？海关。保险丝。这不是保险丝，发电机，不是永动机，不是永动机。再想一下，有什么东西是这样子的？开关、灯泡。不是，是开关是灯泡没有，可是什么样灯泡？你会什么时候看到这种灯泡？钨丝灯泡。闪电灯泡。bling bling bling bling。什么叫 bling bling 的？什么是 bling bling 的？不是那个东西。我知道，那个叫什么？那个 Christmas tree。啊，不是那个，是第一个，那是一个，那早期的是这样，不是 LED 灯。还有一个，我知道了，什么？早期中是。刚刚陈又讲了，就 Christmas tree 那种灯，还有什么 ？LCD。什么 LCD？ 还有游戏啊，还有什么？就是中国有一个灯，它就是统一，就是如果有一个灯坏掉，然后其他的灯都会坏掉。那串联屏的。那跟他没关系，跟他没关系。我们讲的是两双灯哈。霓虹灯。霓虹灯不是，霓虹灯不太一样。什么？路灯，不是路灯会让面面闪闪面面的、啊。乱猜，太阳路灯吧？有一种叫什么？你一天天看到，说。我操！用屁嘞！太丢脸啦！你们有没有开车？我没有开车。方向灯，方向灯，你们听到方向灯在闪的灯，听到咔咔咔咔咔咔，为什么咔咔咔？哦，那因为它弹开的声音，它的金属碰到的声音呢，金属弹开的声音。谁会想到这种事？绝对没有看到。当你方向灯有时候，因为汽车方向灯有边是坏掉的时候，你另外边会变咔咔咔咔咔，它变得更快。为什么？要电更多给它，反正两个电同时分散，对不对？所以它温度加热比较慢，可是一边断掉之后呢，一边的加热就变得比较快，所以它会很快就分开。所以那个科学家做出这个。很好玩吗？也不是很好玩，它就是一种功能啊。就是它分开的时候，你把手指放进去了，你就GG了。你手放不进去，因为它灯泡是要密闭的，是要里面真空的。对啊，这个。OK， 好了，这张学单讲完了。哇，真的，那个温度计量温度的原理。OK， 好，对，第三题也不再把它解释，就是热胀冷缩，就用热胀冷缩。那热胀冷缩怎么来量温度？等一下，哪一张？就是温度的那一张啊，十月十七号的那一张，十月十七号的那一张，十月十七号，十月十七号，你，给你，让我找找，上礼拜发的，你那什么脸？上礼拜，我什么脸？没有什么脸啊。OK， 好。都把热胀冷缩，热胀冷缩为什么可以当温度计来用？哎呀，我讲吗？我听不清楚，等下不要吵，来自己说。一流的上桌，是。OK。然后它就会稍微调高。上理论。它就，然后就。那是对补课。OK， 好。然后
样子。陈玉，温度计怎么设计？他在问我觉得。哦，那你可以跟他讲说，先不要管，先听老师说。我问你，我那问你，你要叫我看课本。你有，你说，哎，温度如何传递？看课本。那我就跟你讲看课本，然后学老师就说，哎，你讲很久，你讲的时候自己都讲完话了，自己的解释温度怎么量，温度计怎么测量的？好，说他讲完。他就是怎么测量？好，温度计怎么测量？怎么设计温度计？我知道。你说。我拿一管子。说，然后。然后就放一体。是。然后呢，量到那个。液体零度的时候，零度的时候那个液体的高度在哪？好，那这么画个零，然后呢，我就开始给它加，就给它加热，啊，加100度，然后量到那个液体的高度，好，然后写个100，然后在中间再把它分100份。OK， 那个冠霖，你刚刚说什么？我很屌。哎。然后呢？我已经忘记了，你忘记了 ，OK 哈。温度基本上就是用热胀冷缩来做量测的。好，刚刚讲的液体是一个方式哈。一般来讲，我会这样做。我先画夸张一点哈。好，这是玻璃，玻璃里面我们放上一个有颜色的液体，譬如用水、用酒精都可以哈。红水。或者还有水。有的用水也可以哈。然后就放进去。盐加温度计。好。一般来讲呢，液体的膨胀量会大一点，收缩量会大一点，比固体大一点。哎，对吧？啊，如果岩浆弄成那个温度计的话，是不是一天就会变石头？我没听懂，岩浆怎么做温度计？他说，岩浆怎么做温度计？你要让它放进玻璃不融化，它就。好，来，我们先把这个一般的温度计讲完哦。一般的温度计这样子，停 ，OK。好，当我呢，陈玉，那我，陈玉，我正在玩呢、啊，所以听我讲嘛。老人。好，所以当我把那边加热的时候呢，液体的膨胀比较大，比较多，但是这个固体的膨胀比较少，所以它就会往上升，它体积变大了，所以它被迫就必须往上升。好，那温度降低的时候呢？同样的，液体的膨胀收缩比较快，固体的收缩比较小，所以相对来讲，液体的体积就变小，所以它就下降。好的，温度升降。那我刚刚想到，我们知道要怎么设计了。好，第一。啊，对吧？好，再问你先说。只是说你可以用一个，就是一个球，然后里面是有点像是。应该是说里面就有一个洞，然后之后你在冷的时候，你会发现那个水就是有点萎缩了，然后在热的时候，你会发现膨胀。如果有洞的话，就不会膨胀，也不会收缩。我先举手了。来，陈玉。那个，我们家好像有一个东西，就是它是一个一样是一个圆球，然后上面有个旋转玻璃，然后有个紫色液体，我虽然不知道那什么，然后它会，反正那就是温度一加热，然后就是，假如我用手握着那个。然后我手是相较于外面温度是比较热的，那我一握，它那个水就往上。它为什么会这样？你是要问我为什么的？对，因为热胀冷缩，不是啊？为什么那液体会？好，那个谁，郑宇先生，你刚刚说什么？我刚刚想要知道你们那两个箭头是什么？就是我这两个箭头不是同时画的，是分开画的。当你温度升高的时候呢，液体的膨胀比较大，但是玻璃瓶膨胀比较少，所以相对来讲，液体的体积比玻璃瓶的空间大。上升，温度高，然后温度上升，玻璃瓶也会膨胀，液体会膨胀，对不对？但是玻璃瓶膨胀的比较少，液体膨胀比较多，所以它的体积比玻璃瓶的空间大很多，所以它就会挤上去了。那所以其实用什么液体都没差。基本上用什么液体都没有差。有差。那什么？不能用岩浆。岩浆只是高温的时候才是液体啊，我们现在讲一般都是室温啊，会量。那为什么不要？你说的是水加色素丢进去就好了。用什么？我说为什么不用水加色素就好，然后要用那个什么水？我说水不能岩浆。我说水加色素吧。水加色素是可以的。那我说为什么那要特地先用那种水？水银，对对，一般来讲，我们希望说就是你的刻度，比我差一度，膨胀差很多，我才比较容易观察嘛，对不对？所以水银会反应比较大。水银会稍微反应大一点。自我繁殖。不是自我繁殖啊，
史莱姆。水的那个膨胀比较大，会比较能观察。要给物质的问题。啊？就是物质的问题。对对对，物质本身的特性啊。哎。好，那陈玉刚刚讲的问题是这样，就是我们有一种玻璃体是。老师，这东西我知道，这东西我知道。好，你知道，所以你要解释吗？对。OK， 要解释。好，就是说那个玻璃瓶我会用吗 ？OK， 用吗？用吗？真的哇，茶叶容易做了，好像可见吧？啊。这样子，然后随便放一下，然后这上面。OK。然后上面还有一个，然后这里是管子。Okay. 是虹吸咖啡。然后。很像。有点像，很像。对。这底下这里流出来。所以甜的应该是酒精，对，眼睛一体啦，一体就对。啊、这里它这个，那可以到后台收的。然后有在听吗？有在听吗？有啊，它这边是空气，然后你手把它握着的时候，因为空气膨胀的又比水快，所以说空气它膨胀了之后，变体积变大了之后，它要占更多的空间，然后水就会被往下挤，然后往下挤它没处跑，就知道这样子上去了。哇。OK， 好，不对，哎、欸，可是这样，可是当它水很少的时候，还是上去了，还是上去了，还是会啊。没有，有时候它水很少的时候，你就会看到它这底下开始一直冒泡泡泡，对，冒泡泡。对对，因为空气上去了，所以还是上去了，它底下还是有空气，可是它就没有东西上去了，就只有空气上去了。那个东西是什么？你去传东西来就好，你就传东西来就好。好，这个大致上不太好，大致上自己讲没有，它就是一个，你有看到虹吸烧。咖啡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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Hello， 不要晃神了。Hello， 不要做自己的事情。当我手一压的时候，手的温度就可以再看到它大量的产生气体。当它产生气体的时候，这气体压力很大，就把这液体给挤上去。哦。哎、欸，对了，我有个疑问，我们有些玻璃瓶人会用真空，但是玻璃不会这样啪然后破掉。因为玻璃实际上强度还蛮强的。啊，怎么会这样？那管子，它明明就很薄。很薄，对。但是因为它其实还蛮均匀的，像你那真空压力。是它里面就算真空，但是因为里面有气体，所以真的有。听我讲完，因为它里面没有空气，但是它里面有气体，那这个水呢还是会蒸发的，所以它里面不是完全真空哦。它里面这个液体会蒸发，这里面是酒精嘛，一般是用酒精会蒸发，很快的蒸发，所以里面还是有压力，它里面是有气压的。所以只要我拿一个那个就圆球玻璃，然后拿一个那个。就是真的抽，然后这空气哪里弄弄弄，然后就它如果它会爆开吗？你说抽真空吗？对，抽真空就很爆开啊，对啊，很爆开。OK， 那是你说，就是如果假如说一颗球，然后它在空气里面都被裹，它在空气里面都被抽出来，然后就变成一个真空，那它会是一个球体。看你的球强度怎么样。如果强度跟玻璃一样，看你厚度有多少。如果厚度不会爆哎、欸，那就不会爆，那就球体。如果它不会变形，那就是球体啊。开个起来嘛，假如说它是一个球，然后它是可以被盖起来的，然后你把它弄成真空，那之后会很开吗？就不容易打开了。这就是讲真空压力的时候我们提到，就是今天大气压力的时候，有提到一点，大气压力。有以前古时候有一个人，他有两个半球，啊，那叫陈宇 ，C D， 所以你可以边动手边听吗？有，我有在听。刚刚冠你的问题是什么？我就只能两个半球。然后你们说什么？啊，有一个人他就用球，他把里面抽真空之后呢，他想说真空到底有多强，他后来从两边拉。他发现要有四匹马才拉得开，马德堡半球啦，哦，它是个球，多大？一边四匹马还是总共四匹马？我记得是一边四匹马，总共八匹马。哦。才把它拉开。所以说它是真空的。它抽着拉出来。对对对。真空不是啦，它两个半球靠在一起，把它抽真空，
抽完真空之后，它拉不开，它用了一边各四匹马再把它拉开。我觉得不准。不准，当然不准啊。因为马不可能都跑同样的方向，搞不好会有偏一点。当然，没有错，你讲一下啊。哎，两半球，你是说像是乒乓球这样切的？对。然后再这样合起来，然后把那个东西扯掉。抽真空，对。就拿那个抽马桶的那个东西，类似那种靠在一起，然后呢就把。我比较好奇的是他怎么抽的。啊，怎么抽？那个年代上抽真空是一件很难的事情，不然我们抽。好，所以他就用那些抽马桶那个东西，那些马桶那样。那也没办法抽，那个他怎么做到并不清楚，但是在物理的方式有一个方式，就是我，啊，他这样哈，我水龙头，我底下就是接个管子，然后这边有个插，有个支管。我上次请同学做的那个就是这样，啊，就是哇，啊，当我里面这个水呢，从水龙头快速移动的时候，我这边就会被抽气，我的因为这水流速很快，水流速很快，这里面变有点像是低压区，啊，这边空气一直被抽进来，被抽出来，我以为是挤出去。啊？我以为是挤出去。挤出去啊？不是，它就被抽进来，它就变成低压。我懂，但是那个球到底是怎么弄进去的？不是，我知道那样子我能理解，但是那个球我没有办法理解，怎么用那样的东西？搞不好那个球它可以。它也许就是挖个洞啊。然后呢？它就跟打气。在那边这样呜冲水。那里面这边有个瓣膜啊，当你抽完气之后，它瓣膜。瓣膜应该在外面呢。当我抽完气拔起来的瓣膜合起来气就进不去了，就被密封了。那你还是有啊？你如果气密的好，应该不会有空气。而且你要是抽真空的话，那它就一进去一点点，那还是要把这个球它这里的吸水器。没有，搞不好那个球是那个软的，然后它可以。我们现在都理解，这不是我们现在讨论重点。对。好，那个。现在，那我再问各位一个问题，有没有办法用固体来做一个温度计？固体可以，当然可以啊，我知道怎么做、哦，要不要？说说看。可以啊，我知道。就先可以吗？说说干嘛？说说干嘛？就先拿一个小杯子。这种东西。这不算固体温度计哦，这你没办法量啊。我知道，我知道啦。哎呀。说。先拿个杯子，然后旁边贴一条纸。然后先画刻度，然后就放个吸管，然后里面放酒精，然后液体。我讲固体，不要液体，固体纯固体。我知道了。手。我知道了。电子温度计。电子温度计讲。哈哈。电子温度计。一斤，就是这个杯子。怎么做？一斤怎么做？一斤它每个那个温度会对它的分子排列造成影响，所以说它颜色会变。OK， 颜色会变。对，然后它颜色变的每一个温度都会不同的颜色，然后只要到时候在像零度什么颜色，然后呢一百度什么颜色，几度什么颜色，体温什么颜色，然后把它记下来就好了。什么？再做一讲。一斤会变颜色 ，OK， 好。那这个看起来，所以电子温度计那还是液体，那不是固体。啊，一斤是固体，好不好？一斤是那不全然是固体，不全然是。它可以变液体，但是你再把它做。对，但是它加压之后，它变成固体。啊，这其实就是一元性的现象。这个不是易经，这不是易经。不是。这不是易经。好，刚刚还有谁举手说可以做的？固体做温度计。这也是吗？什么东西？电子。不是啦，不是，我讲不是那东西，不是那个意思。陈宇，哪样？你刚刚说可以用固体做温度计。你刚没说。我说。谁让你说？演讲。就是不是有个东西，就是那个，它其实算一种。就是量体温，它不是放在额头上吗？然后就变颜色。那也是变颜色，那都不是固体温度计，那是有点化学式。所以你用水吗？水，不是，你说说看。就是天降。用一颗球，然后把它弄成真空，然后你就会发现它会在。不是它的超真空，然后嘞？然后之后你冷的时候，它可能就会说。冷的时候缩进去，然后热的时候膨胀，热的时候为什么膨胀？
坑。啊，我知道，跟你说，那个牛排不是会问你要不要几分熟吗？是。之后。坑。对，你就可以测试这个温度啊。如果它好，就要那个全熟。这样。我们有没有？是说牛肉有没有熟？啊，我刚刚讲过一种叫做双金属片，听过没有？双金属片。哦，没听过。我可不可以用一个金属？哦，你是你要。停，跟另外一个金属。然后呢？哎，不要聊天。我在这金属上面呢，做个棒子。很长。在这个地方呢，做个凸点，顶着它。然后就，那温度改变的时候呢，因为膨胀系数不一样嘛。嗯，什么？一个往下，一个往上，然后它就会往上一点。假设温度增加，温度怎么样？假设温度增加，白色的会升的比较多一点的时候，这棒子会怎么样？往上会翘起来，这边就会向下嘛。啊，所以白色也会往上啦。对对对，那如果温度降低的时候呢？白色上面要收缩比较多，对啊，所以这个往上，这就会往上，对不对？所以这就是一个温度计，一个简单的一个固体的温度计，啊，用双金属做的一个固体温度计，是怎么样？什么双金属做的？这是两个金属，对，两个金属在对，一般来讲金属是什么金属？我刚刚讲的双金属片吗？金属对温度的敏感度是不一样的。所以，假如这两个不同的金属呢，白色的金属可能对温度比较敏感，红色金属对温度比较不敏感。好，这情况之下呢，我温度增加，白色是不是增加比较快？啊哈。白色温度增加比较快，是不是就掉下来？什么东西会掉？这边的箭头就掉下来。就是那个棒棒嘛。棒棒。这是顶着的啊！真的，我跟我说你了，我以为你在。我刚刚讲过了。不是，我以为已经画那条线，只是表示什么东西。我刚刚讲啊。我没听到哎、欸。那是你的问题，我说那你要问清楚，你的问题在哪里啊？那个东西。对，你应该这样问啊，而不是我听不懂。你说我听不懂，都要从我讲，对不对？不是啊，我是说你刚才讲我懂，但是你突然放出一个棍子，我不知道那是棍子。那你要棍啊？你说那是棍子吗？那是棍子。好 ，OK， 那清楚了吗？清楚。下课。这是固定温度计。好。所以温度的部分，我们大概是这样讲的。然后我们现在讲一个事情，叫做温度的平衡。能量平衡，这不在学单，学单我没有发，但是我想把这段先做结束。等一下、哦，那个红色的一定要是金属吗？就是两固体。就两固体就可以，你可以放石头。就是一个比较敏感金属跟另外一个固定东西吗？你可以放木头跟一个金属也可以的，啊，就是不同的东西。啊，那不要放一样的，放一样的就不准。好，重点就是它要可以持续那个。要。好，那我们现在讲一个温度的平衡。问一下啊、哦，这是一杯水，假设它是100克，100度C 的水。我跟另外一杯水，也是100克，但是是50度C 的水，好，混在一起会变什么？75度的水。75度的什么水？75度的200克水。OK， 它变200克，75度C。85度C 是蛋糕店。好，这样对吗？这样问题？没有问题。没有问题啊。好，那再问一个问题。等一下，这样怎么算？那三加除二，温度三加除二，然后水的容量就直接三加就好。好，那我们来讲的事情是说，一般来讲，我们定义两能量卡，卡的定义是1度C 上升一。啊，对不起，说错了。一克的水。一克的水。一克的水。上升1度C， 叫做一卡，啊，那我们讲能量是平衡的嘛，能量不会无中生有，不会无中消失，对啊，所以它混在一起的时候，是不是有点能量跑过来的？多、啊，嗯，对，能量跑过来之后，这边能量是怎样？减弱，能量减少，这边能量增加嘛，对啊，所以这边的温度怎么样？变低的温度变高，而且我知道怎么算了，怎么算？加
这两个加起来，然后上那个100加50，然后是12。OK， 这个情况只有在两边重量是一样的时候。应该是那个吧？怎么样？就是你的那个，就是200G，然后加上你的，就是减掉你的温度，再加上50G 的一半。送你啊！一倍，好，一倍。200G，怎么样？只是加上。200G加上。100，括号。100。一括号100。括号100。减50。减50。再加上。再加上。再加上50一半。20。然后，你为什么不选20？这样是什么意思？这样。你要写这个时候要想什么意思啊？先想好再讲啊。OK， 好，停，拿回来哈。别跟我说这个。我们这有一部分的能量跑过来了，而且这部分能量跑过来之后呢，这边温度会怎么样？降低。这温度会。升高，最后两个温度会平均一样，降的，它会一样。假设我们现在假设后面的温度是 x 好了，会升到 x 度，会降到 x 度，会升到 x 度。不，来，你说，我可以假设吗？来呀来呀，你说 x 是怎么样？就是后面平衡的温度嘛，平衡。所以它的平衡温度会改变。假设嘛，我可以假设，我不知道几度啊。好，然后呢？我就想说这边到底能量跑到多少，可以算了。这边能量跑到多少？25。怎么算？什么叫25？能量跑到25，25怎么来？啊，不对，你说能量跑到温度，跑能量来，能量跑到多少？能量跑到，如果用卡来算的话，卡对，一克上升一度，那下降一度了，也是一样一卡，跑掉一卡就下降，就是改变一度。对，上升就是增加一卡。它有20、25，不对啊。好，没有25，不要再出现25了。这边哪边出现一个25？2500卡。不要讲25，2500卡怎么来的？没有25。没有25。怎么有25嘞？就2500卡。我现在给你的条件就只有这些，怎么有一个一？怎么大家在讲一个25？25在哪里？我没有25，所以我话就改了。我说2500卡。2500卡哪边来的？这里边哪有2500卡？你说它改变后，它的 x。我没有2500这个数字啊。我是看旁边那个东西。你不要管这广框框里面的嘛。好，那我，你说第一杯它带多少？我现在管第一杯水。好，那它带了。它的温度本来是100°C。那就是10000卡。它。啊，从相对零度来讲，10000卡没有错，10000卡的能量，它现在温度变成 x度 c。所以它能量跑到多少？10000卡，然后我想想 ，x 变 x 度 c， 10000卡减 x， 减 x， 10000减 x 卡 ，x 是什么？它后来改变后的温度。温度嘛，温度为什么减10000卡减掉 x 度？西这样子合理吗？不合理啊！不合理啊！10000减 x 卡，也不对啊。x 就是度西，不是卡。100 x， 你减100 x 也不对，这样等于。这样是什么？它这样是什么？我可以把那两个温度用 A B 来表示吗？不行。改变后，所以那个 x 一定比100低嘛？对啊。所以它应该是减量的意思。我们刚不讲了吗？一克上升一度或下降一度就是一卡。对啊，所以100克乘上温度变化量。哦，好，100。乘上多少？100 x。100减 x。张蒙体陈佑，张蒙体有哪边没有问题？这什么意思？就是100×100×x， 减 x。100减 x 是什么意思？100减 x 就是100 k
卡减 S X 卡，有点上啦。因为都是用一百哈，所以搞不清楚。我们刚刚讲了，最后平衡的温度，温度是 X 度 C。哦。X 度 C 不代表 X 卡，卡是能量。啊、哦，从100度 C 变成 X 度 C， 所以它温度下降多少？温度下降多少？温度下降多少 ？X 25，又乘25哪来25啦？100减 X 啦，100减 X 啦，对，所以减 X， 温度是不是变成100？温度是不是下降100减 X？ 因为我不知道下降多少啊。我之所以会定一个未知数，表示我不知道多少啊。我不知道啊。啊？你那个系数怎么得到？那是一个例子。听我讲完，你就知道系数怎么来的。好 ，OK。我去。这边是第一杯水，能量跑掉的量，对不对？第二杯水能量跑掉，增加多少？是不是增加这些？是不是增加这些？所以那我们不管啦、啊，我们从这来看，好了，我一样是100克的水。我增加的能量增加多少？什么？零加 X 多少？零加 X。从这边水要看哪来的零加 X， 这边是加 X。哦，五十。五十加 X。温度变成50加 X 哦，再想清楚一点。不是说这个东西是变化 X 等于零，X 等于一百。五十加一百减 X 是什么？改变后来的值。所以到底温度增加几度？一百减。哦 ，X 减50，重根嘛，不能，对不对？对。对不对？这是左边那一杯，这是右边那一杯啊？无法理解。左边的温度是不是能量跑掉了？这叫逻辑。能量跑掉多少不知道，但是我们知道它温度改变了，它100减的 X 嘛，所以它降低了这么多度，这么多度乘上这么多，哦，我懂了，体积这么多质量，是不是能量极卡？它是能量跑掉了。这边是能量增加了，能量增加，所以它温度增加成 X 嘛，从50度 C 增加了 X， 所以它的温度是增加了多少度？是在这里。度。增加的度数呢，乘上它的质量之后，是不是它得到的能量？嗯。到这边有没有问题？好。没问题。有问题。什么问题？我还是不知道为什么是 X 减五十？你说 X 是它？停。我问你个问题哈。这边有杯水，是，它本来是30度 C， 啊哈，我现在给它加热，加热一段时间呢，它的温度变成了35度 C 好了，35度 C， 假设这是一杯200克的水，嗨，请问这个过程当中我给它多少能量？我给它多少能量？怎么算？啊，我们刚刚是讲过了，每一克增加一度 C 需要一卡的能量。我现在这一杯水，200克的水，1000卡，给它一点能量之后，让它从30度升到35度，请问给它多少能量？1000，怎么算？不要告诉我答案，告诉我怎么算。哦，200乘以5。为什么乘以5？200乘以35减30。这样清楚吗？200克乘上35度 C 减30度 C， 这样清楚吗？清楚。老师，那是这样算吗？是吗？不是。嗯。你说为什么是20？天哪！是。我现在不要讲20，我先把这个搞清楚，这样 OK 吗？我这样 OK 啊。哎，这里这样 OK 吗？哪里不 OK？ 研究。去老师走。对，可以跟我解释一下这个是怎么出来的。好，我再讲一下。一克的水，一克的水，给它一卡的能量的时候呢，它温度会增加一度 C。一克的水，给它一卡的能量。C 减45。这样问题？没有问题。等一下啊，这卡是被定义出来的。卡是被定义出来的，卡是什么？卡是一个能量的单位。卡是对啊，我说这一卡等于，对，一卡等于一克的水被加温一度 C。加一度，好，
一卡的能量可以使一克的水增加一度新温度，才有没有问题？没有吗？没有问题。那啊，那一卡的水是一根一不是一卡的水，一卡水不是一卡，一卡可以使一。一什么东西？一克的水增加一度吸，对，那所以开始两克水加到二分之一，没了，增加二分之一度吸，根本没了。然后，哦，我只是想说，嗯啊，有点卡住哈。然后所以说，然后我想想看，所以我一百克的水增加一度吸，有需要几卡的热量？我需要思考解决。所以假设我现在有一百克的水。我想要让它增加一度C，我需要多少热量？可能一百。是一百。等一下，等一下，等一下，等一下。你狂野的仙子。我怎么觉得很怪呢？哪里很怪？我小数字我可以理解，大数字我又。你看嘛。这边有一百个一克的水，有一百个一克的水，每一个一克的水要增加一度C，我需要多少热量？一卡。一卡，每一克要增加一度C，是不是要一卡的热量？我有一百个一克的水，所以一百克的水要全部都是一度加起来才平衡的一度吗？等等，好玩哦！现在帮我磕头。老师，我可以算答案，那个答案是多少？我中，我们啊，各位同学，到目前为止我都不要答案，可恶，我都只要过程，我不要答案，懂吗？答案不重要，答案真的不重要，重要是过程，你那个思考的过程才重要，算那个过程，你可以算那个过程，但是我先让他把这搞清楚好吗？啊，切开来，好，那个一个苹果一块钱。一百个苹果几块钱？啊！快回答，回答，回答！一百个苹果几块钱？一百块钱。一个苹果，我把它打碎，我需要一份力量。我一百个苹果把它打碎，我需要几份力量？一百份。一颗的水，一克的水，我给它增加一度C，我需要一卡的热量。那我现在一百克的水。一百个热量。一百个热量就一百卡嘛。对不对？卡就是一个能量的单位，卡没什么意思。卡就是说，你比如说，我把这个东西举起来，我需要多少能量？这是一个修的能量，对不对？我把一百个这个东西举起来，我需要几个能量？一百个修一，是不是啊？这一个是200克，三十。我是红的。200克苹果30块，一颗苹果30块。但是我每个苹果多5块，多5块钱啊。从30到35啦，从外砍去的，对不对？从30变到35啊，对不对？所以等于200×35，减30G的水需要一卡，然后等于就只剩100G水需要多少？好了，那我们现在回来看这一题哈。问题不在这啊，这个有办法解？不是这个，没有办法解，你不要吓我。这他妈100就丢掉了，对不对？100就丢掉了。等一下，这答案已经出来了，我们算了一题。啊？跟你讲，这些都没有什么，这个答案都没有到很难，你只要懂它为什么好，就是你先知道它为什么。在你说什么？我们的答案不是已经出来了？答案已经出来了。啊，让他写，他不想写。哇，新测本。没有，当然我说他了，不行。他这个一百要变会变成减150，
然后这个 x 呢就负的，所以它应该是相加后会变成啊、会变成150除以2。啊，我算错了，大家写错了，好，算错了，周哥写错了，抱歉，你再改一个地方，你改，改一个地方就好了。你们在干什么？他在躁动。我正在思考。又错了。为什么二 x 等于负？啊 ，x 的负是什么？是 x 的负。对对。好 ，OK。红万东东。好。OK， 就是题目来讲，这样算就对了哈。它就两个 x 啊。原因是谁？啊 ，x。所以老师，你这个问题他不懂，因为他没学到二元。我是学到 啊，这跟、個、这跟、個、那个没有关系，他现在卡不卡？他卡在卡。他刚问我说，他知道为什么二 x 啊？错啊，错啊。卡的 x 方等于什么？啊，虽然他也不是二 x 啊，他错啊，对不对？他应该是 x， 哎、欸，他没有 x 啊。他跳过一个项目了嘛？二 x 等于100加75这个问题，二 x 等于100加50这个问题。哦，他没有问题啊，但是没问题啊。他那 x 等于75有什么问题？也没问题啊。二 x。没关系，没关系。这个问题等于七十五，他是把负号拿掉了。负号不叫拿掉，你就是把五十加过来，把 x 加过来就好了。那不就哦，刚我们用哦，那所以刚出来，我刚是把问题拿掉了。对啊，没事没事，啊、拜拜。你还是懂的啦。哎，猴子你好啊，你好准时啊，来接谁、啊？来 ，OK， 我们现在改变的东西哦，改变的东西，请大家算一下，这边变成200克。赚完再下课。哎、欸，不可以啊！我只出去啊，干扰哦。都厉害的。我说另外一边，另外一边。另外一边没有变。乐不朗干扰。另外一边没有变。等。我知道怎么算。等，好，就给他算啊。来算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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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算。算了，算了，算了。哎，别人他得算啊，算完给我看过答案才可以下课。算啊。算了，给我看过答案才可以。哦，喂喂喂，赶快算，赶快算，赶快算，写在地址上，写在学单上。算那个吗？对对对，简单吗？一吗？交易，交易，一，我要算出平衡的温度。屁呀！交易，来不及了，先。交易。嘿，我说刚刚这样好，是跟我讲公式就好了。没有公式，我不要跟你讲公式，你就想左边这边水的能量会跑到右边这边水的能量。交易就在外面。对，还有什么？所以还是要写未知数。你要假设一个未知数啊，假设平衡温度为 x 啊。200 x。陈玉，你可以回去写吗？那写单。没有纸，没有笔，应该是我。那你的学习单呢？不对，我错了。那我学习单，你交了吗？交。哎，不要闹了，我在非常用功，我上你们的。努力下课。好，我跟郑宇拿纸。哎，郑宇，我叫你那个慷慨100 x。拖一下。100减 x 等。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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我知道，刚刚为什么？等于，奇怪，不是，我知道了。我错了，这边是100，那是200啊。我可以写在黑板上面吗？啊？我可以写在黑板上面吗？现在不一样啊。这边没有纸。我跟你讲，不是改成你了？可是他改名目了。有吗？有。比我差。所以吧。所以是200等于200乘100，好，200乘200乘什么嘛？200乘五，100之间，我可以用讲的在一起。不行，要写在下面啊，空白。然后100，哎，那不是东西了。写他名字哦。旁边走都是你的二年级程度，哎，是啊，是啊，好，你那边上课吗？
可以啊。所以他如果你想运远一点，那就他就玩远程就好了。你这张交了吗？来一张。你是选之前你不知道他是哪一张。好，而且你一等的时候，我知道了，我算出来了。然后去唰进来，然后攻主攻他就死掉了。你这是什么？对 ，X 啊，为什么会有 X 呢？那个角色没攻住啊，不懂。这人家这样推的，又下来，推的，下来，这样是 OK 的。哦，谢谢。等一下，等一下，人过了，对，人没过了。啊，人家说我，对不起，人家说我，我不中。要看他到底总共加了多少个。啊，二 A， 等一下，二 A 是三 A， 就已经那什么等，然后他又不给。他说他到底是给还是不给？不是，结果最后的分数多少？哦，是这样写吗？就是200乘以100。对啊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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。那不就变等式吗 ？x 是怎么变等式 ？x 就可以解了，那就可以解出 x 啦。我觉得好痛。这是一元一次方程式啊。所以 x 到底就那就可以求解了，那不是可以求解吗？不是。那你这写错了啦，这能不能减 x？ 一百吗？不是啊，高温减低温呢，谁的温度比较高？一百。一百当然最高温嘛，一百在这边呢，一百降到 x 度嘛，它这边是五十升到多少？升到 x 度。那所以谁减谁？为什么会有 x？ 对啊。五十，x 减五十。这个是作业好不好？这作业好不好？没有，我真的不知道。来，小李，那就是 x 减五十，突然变成50加 x。我应该不是不行啊，不行，因为它最后的温度是 x 啊，五十加 x 就是超过了啊。对不对？你可以说改变量多少，可以，但是改变量不好处理啊。对，所以老师，我不太懂这要怎么弄哎。什么叫不太懂？不太懂这一题要怎么解释？就是效果啊。左边的能量是多少？左边能量是200乘上什么？100减84。右边的能量增加多少？增加。右边是减，左边减少嘛？右边不是增加吗？对啊，就100乘以50加 x 啊。怎么是50加 x？ 不是。